这个夜店里面啊，从 disco 慢慢转变到电音，到目前最夯的就是 hip hop。嗯，但是在我们台湾呢，电音还是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。唱的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？台语歌比较趣味一点的，趣味的台语歌，就是比较轻松的，可能跟浓啊、甜啊有关系。哦，那唱一段给我们听一下，记不记得还？要站起来唱吗？还是坐着？没关系，这种真的坐着唱就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什么歌了，是那种讨债。有也有，对，但是不唱，我们唱那个。我们唱那个。梦里的梦是甜又香，梦醒的时阵为何会拢无同？哎呀，是，因为那时候才15岁而已。这样的一个曲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你们购买的群众是哪一种类型？就是比较接近更年期那种，就是年纪比较40-50岁以上，超像黄大哥的年纪吧？对。哦。我们还唱过那个李荣告白吧？还有唱过台吧？还有唱过《残真听歌》。什么歌？《残真听歌》。就兄弟吧，《残真听歌》就是农田兄弟。农田兄弟。就是那一种黄西田。我来唱一下那个。哦吼，不愿搁比残真土味，所以未来再会啦那种。哎，无礼貌，笑好大声。那你们唱过不少种类的歌哦。对，嗯。哦，这样你一讲，我觉得我好像是 A B C 哦。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歌。你们三个很喜欢你们这种电音。对呀。很嗨，听着都很快乐。其实我们俩还好，最爱的是他。来，来一曲台语电音。这是台南的。请问一下，那你们的电影比较属于哪南？你们是高雄哎，对，还是中部还是？我们北中南都 OK, 我们都老少的。可是但是我们两个是比较，就是比较着重于主唱部分。芭比送，芭比送啊！九零后的台语唱，九零后的是什么意思啊 ？Mr. 白吧，游来游去，跳舞芭比 ，One night 就会 stand。这是台式英文哦。还是英文的 ，One night you stand。OK， 然后奇迹怎么讲 ？Kiki， 你们 LP 的 Kiki， 奇迹怎么讲？哎，奇迹还是怎么讲？不要讲，奇迹怎么讲？讲我不会啊，我试着发音嘛，应该是 Kiki 吧 ？Kiki 嘛 ，Kiki，Kiki 啊 ，Kiki 啊 ，Kiki， 奇迹是国语歌。
我们这次是一半早说嘛，我们讲奇迹讲半天了。我们这次是一半国语，一半台语。那电音呢？全部都电音都是电音。像我们刚才那首《爽》，是它有一点拉丁舞的味道。嗯，是是 是。那架杠游乐器是哪一首？是不是就是使劲摇？使劲摇。对，这首歌是那个罗百吉老师。罗百吉老师做的。小胖啊，哎，我们要不要现场来听一下？听一下使劲摇是怎么回事、啊？好不好？毛起来摇。哇，这首太快了啊！台面有什么不同的文化？今天就要请教两组的教主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有对这方面有研究吗？台北台是这样，他们会自己就是各位台北台来啊！我有一次有看到那种，他们就是拿他就在那个音箱，就喇叭很大，然后就拉着喇叭自己这样超爆了，然后就在自己跳舞。我有过。他会就是摇臂啊，是这个，对，然后开始摇他，我的头呢？好，可以了，我很同意的。大部分女孩子在跳，女孩子在跳，男生跟女生跟男生，男生跟女生怎么一起跳？女生站前面，男生站后面，然后他就会拉着他的手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子跳。